金鼎就是新源。
哲明来吃。哦，这个店。他的正宗。以前他都有那个。
这个梨熟了，对，冰糖。我拍了，拍了。各位观众，
要么购物地点了。
这农民村的还是这个对吧、回观众，你看这个和香港的有什么不一样？因为没啊，鸡扒我们。香的很，这个不是。哇，好肥呀！好肥。香的。肥最香，肥最。好肥。吃的吧。怎么给你给我、啊？你还拿那么多金条？看得出来吗？看得出来。嗯，两条。